个事情如果要真的完成呢，的确是需要一些天时地利。我们知道现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嫌疑人，而且关在这个管理这么严密的一个监狱，这个监狱被誉为过去40年只发生过一起这个自杀案件的一个监狱，出现了牢房调整，而且出现了狱友逃走，然后还有这个取消监控等很多的这种意外的情况，不能不说它是一个需要很多的天时地利才能够实现。那么这个背后到底有怎样的阴谋，我们现在也不可以妄然揣测。在美国政坛，我们知道类似的这种没有结果的这种谜一般的这种事件比比皆是。那么现在谁能说清楚肯尼迪是怎么死的？谁能说清楚 O.J. Simpson 到底杀没杀他自己的妻子？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东西。但是最后我们发现，结果也在美国这种精英政治、权力政治和这种司法体系的漏洞下，结果也最后就不了了之，大家也没有办法继续探索。司法调查必然是旷日耗时。所以呢，雷声很大，雨点必然很小。时过境迁，当媒体的焦点一旦转移之后呢，其实啊，要不要发掘真相已经不再是重点了，因为整个事件早已船过水无痕了。